哋而家又小休啦。去啦，行啦。喂，方，呢个路牌咧就系、是、指示去湾仔渡轮码头同埋公众嘅观景台、金紫荆广场，仲有可以去埋会展中心噶噃。系啊，我哋而家行下去啦，吓。系，我哋睇住个指示向前行。以前个码头系喺嗰边啊嘛，而家过出咗嚟呢度啊嘛。系啊，唔系佢诶，一阵间过到天桥嗰度有一个站噶。天桥吓。唔使入嚟呢度搭噶，埋啲天桥我哋有一个站啊。啊，开头咧，你咪话诶，我哋而家行个景区咧，就去呢个花花路，点行法啊？哇，原嚟呢度唔见咗条花花路咯喎，啊，冇咗啦喎，前边咧花花路变咗个工地咁样喎，我哋睇下向。左边方向咁样行，睇下行唔行得到？啊！哦，而家又有新嘅活动地方喎。或者迟啲有啲重新嘅方法。哦，喺度啊，喺度啊！原来花花路喺度啊！咪拆咗好多嘢，可能唉，佢个车阻住咋？哦，唉，我以为唔见咗条花花路，原来系部车阻住，坏晒乌龙啊！呢度仲多咗个俾人休息嘅地方添，多咗啲地方。唔係俾你休息啊，俾你離遠打卡㗎。俾打卡係啦，打卡嘅。係啊，呢個打卡位喎。啊，你哋需唔需要去打下卡啊？我唔坐得㗎。誒，俾你哋坐噶嘛。係啦。嗨，嗨。又起程。又起程。好，一條花花路嘅啫。系啦，咁大工程做嘅，系啊，几大工程啊嘛，后边仲有，好似细作工咁样，系啦，但系旧咗好多啦，旧咗好多啦，系啊，旧咗好多，之前好靓噶，啊，咁紫色，系啊，起码地下嘅地毡都，系啊，地毡又旧咗，啲花又旧咗，啊，旧晒啦。呢条路咧，左手边就行翻出去出边英军嗰边嘅，左手边行出去英军嘅。英军嗰边可以行入嚟喎。系啦系啦，英军嗰度有条天桥行过嚟嘅，啊，左手边去英军，右手边咧就系、是、去天星码头啦。好，我哋转去左手边。左手边，右喺呢度转，唔系左手边，转左手边，直向前行，就系湾仔嗰啲地标指示啦。啊，呢个位咧都起得好宽阔，系嘛？又有凳俾人坐喺度嚟欣赏海景。啊，而家天星。个小轮啊，渡轮啊，系啊，渡轮刚刚咧又一船啊埋咗啊，小心啊，系啦，唔止坐啊咁高，系啦，有啲高高地嗰啲凳俾人坐下啦，挨下坐下啦，几好，呢里边嗰啲唔知做乜啦。嗰、那個位唔知做咩噶啦，行到攰攰地啊！呢度有張長凳，啊又有遮陰，可以坐喺度睇下啲海景。
看看啲渡輪啊，睇啲船隻嚟往，淨係喺你前邊往行。係啦。呢個位俾人休息，非常之好。好啦，我哋又繼續啦。哦，行啦，坐完一輪就。好。我哋向前行，就係見到灣仔嗰啲街道名啦。这个是湾仔道打卡位。显示湾仔的地标的。这里呢又可以入来拍海景的。坐在这里慢慢休息，慢慢拍了。哎，这船又到了。是啊，不懂这手袖的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茂罗街啊。茂罗街 在哪里呢？真的湾仔。在那个英皇中心。哦，英皇中心旁边。是啊，你是湾仔地胆啊。是啊。我住在湾仔住了几年。巴路士街。哦，即是出到家下啦。哦，是啦，都是啦，真是都是地胆啦。啊，这里巴路士街。原来这个是庆云街啦。来到庆云街，早晨。系，因为试过咧，佢就以为自己食可以行呢条街啦。水渠街先呢条。就试过自己减啲。水渠街。又系有一轮咧，就系又系觉得。船街、庄士敦道星街，是的，有月街的。星街湾仔海滨，在那个湾仔海滨，现在去走金紫荆广场。我们现在前了，以前通关的时候，很多我们国内同胞当这里是旅游点。哇，很多游人在这里打卡。这个都是香港的地标来的。是啊，是纪念的地方嘛，金紫荆。在香港1997年，香港移交俾翻我哋国内，俾我哋嘅祖国，都系喺呢度举行呢个移交仪式嘅。系啊，而家呢度好多时我哋做展馆啊，展览馆啊，啲美食节啊，之类啊。一直行过去咧，就行到去金钟嗰边，去到中环系啊，一路都系跟住海旁行，好靓。啊，你睇呢个系边个啊？孙悟空，悟空啊，呢啲系又咩话？叮当啊，嗰啲绝世无双啊，海虎，啲漫画里边嗰啲主题，漫画老夫子啲漫画。哇，嗰阵时13点有冇睇啊？风云都系我哋个年代噶嘛。系啊，13点啊，风唉、哎，漫画啊。你哋嗰個年代就未見過，而家你哋呢個年代未見過呢個漫畫喎。火龍燎原。即係我哋睇啊，睇13點啫。武道狂。風雲馬榮傳嗰啲都好睇啊。叮當。風雲馬榮傳嗰啲就唔係你睇嘅，你個仔睇嘅。乖叔叔。奇遇記。
啲漫畫嚟噶，有鬼鬼色。係咯，呢啲咩浩南啊、古惑仔，係咯，都唔係我哋睇個六個年代咯。我是邵娟，我是慧芳。我們今天呢出來拍攝的行程呢就差不多結束了，來到這裡就做終點，期待下次再見啦，拜拜拜拜。